来吧，我的小表贝贝。晴空万里，大海又退潮了。拿着咱的小工具，看，这就是沙马蟹的洞口，咱把它给它挖开。因为天天灌沙马蟹啊，总是灌不出来，各种方法都试过了，还不如直接实际一点，拿上咱家的锄头，给它的洞口给它拆切。哎，看到这小家伙了，缩进去了，咱把它给拽出来，还往下跑呢。看，这个就是沙马蟹。这种沙马蟹啊，它长得不是很大，但是它打的洞啊特别深。有的小伙伴进来了，感觉学到了知识啊，反手就给了双击，而有的小伙伴默默加上了关注，小红心就给一个吧，鼓励一下，每天带你们赶海抓海鲜。